因为我们刚刚如果说要串一些变数在里面的话，那有的时候是数字，有的时候是文字啊，文字不用转型，可是数字就要转型，那转型你要串一堆很麻烦，所以有的时候你干脆用 format。 那 format 一说，我的文字归文字，然后格式后面你可以把变数直接帮你填上去就好了，而且可以填好几个变数进来。好，比如说我们以这一题来看，像后面这边有一个说明，这个是在 string 里面有个 format 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个 string 的方法在64页了，这个啊，各位可以参考。如果你要取得什么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你就用什么，用一个大括弧，中间加一个冒号，后面加一个点 2f， f 的话其实就 float 吧，然后点 2f 就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它输出就长这样子。好，如果你要加一个符号加的话，你可以加在什么冒号的后面，然后还有保留那个负啦等等的，或者是说你将来要补零的话等等的，有这些用法。如果是整数是D啦，这边没有提到那个文字的话用 S， S 的话是文字 OK， 这边有对齐方式等等的。那如果说我们以刚刚这一题来看，我们这边的话是用 round 取得小数点第二位，不过这个方法是真的帮你试舍无路。可是如果你只要格式化的话该怎么做？首先第一个，我一样先把这一行，刚刚我讲过了，如果你不确定说改完之后是不是成功，建议怎么样，可以先把这一行复制一下，然后复制一行一样的到下面，再用这一行来做修改上面这一行可以把它 Ctrl 加斜线把它注解一下 OK。 那改怎么改文字归文字，所以第一个的话我需要做什么 BMI 冒号，冒号的话呢比较简单的写法这样，就是把中间这一串拿掉，那因为这边要补一个什么，补一个 BMI 的结果，而且要格式化成小数点的第二位，所以我直接把这一个字串中间加一个大括弧。如果你只是做一个大括弧的话，它会直接就没有四舍五，反正是什么就丢什么过来就对了。那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加一个冒号点 2f OK， 这规则所以习惯上如果你要 format 反正一定是大括弧，然后所以习惯上先大括弧，然后先冒号如果是整数的话是 D 啦如果是什么小数点的话就是点 2f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串的所以 BMI 这个是一个变数，那我变数怎么丢进来呢？特别注意你可以在这个文字字串的后面加一个点，那打一个 format 打一个 fo 啦，不过因为 Eclipse 会自动提示嘛，那你也许可以自己点两下，然后把这后面的参数先拿掉。后面的话意思是说再把 BMI 这个变数的值帮你放到这边来，那它会怎么做呢？它会根据什么呢？根据前面的格式化规则再把这个资料帮你填进去，所以就会变 BMI 格式化成小数点的第二位，换行平与四然后吃掉它后面换行，再把后面的平与加到后面来这样的话就得到我们要的结果了应该可以懂那意思吧 OK， 这个 format 还蛮好用的，后面还会再用到，因为它后面的话可以不只是一个变数你可以很多个变数，然后后面有好几个大括弧，你可以把资料丢到前面去做格式化 OK。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基本上做完之后执行看一下结果 OK。 第一个一样把它输入一个体重，输入一个身高， Enter 一下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结果是不是我们要的没错 OK。 好，所以特别注意这个有没有这个 BMI 冒号，就是这个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就是把这个丢进来，它就输出这个结果。换行到这边，好，平语丢到这里这个标准不标准的话呢，就是再把底下的逻辑判断的字串再串过来，就得到要的结果了 OK。 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format。 那 format重要性非常高所以特别强调，如果你对这个不熟以后做蛮多地方的应用就会出问题。
格式化部分，那请各位试一下吧，来，画面再还给各位哈。